失忆，喜欢吗？你送的当然喜欢了。不是给你现在穿的，将来住我那的时候用得到。啊？房子虽然是我买的，但毕竟你是我男朋友嘛，到时候搬过去，当然要考虑你了。而且装修房子的时候，我也想请你帮我出出主意。没见面的这些天，我仔细思考了我俩的关系。我这人对人是有防备心的，而且也特别痛恨那种互相折磨又切割不断的关系。你说的没有错，我是在给自己留后路。买房子这么大的事儿也没有提前知会你，是我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。我去上海见到了一枚，我看见他跟方贤文就住在那么小又老的房子里，过着那种很拥挤但是又有烟火气的生活，还一股猫味儿。我突然就觉得还挺好，所以我也不介意将来我的房子里有你的味道。你这是给我机会到你的新房子撒尿画地盘吗？Thank you.